噩梦做了好多天。紧张什么？就是要起双台。哦。我们现在位置在富基渔港，然后两天前呢，我做了一个噩梦，我竟然穿着牛仔裤骑完的双台。哇，你好强哦，穿着牛仔裤的话。对，我就是一个匆匆忙忙，就是常常会忘东忘西。哦，好，我知道你今天要参加双塔，所以我准备一个小礼物要送你。你准备一个小礼物？对对对对对。是保养品吗？就是怕我漆黑了。漆黑吗？我倒不在意这个。对，不是保养品吗？这感觉就是有点精美耶。开箱文，会不会打开知道我傻眼的东西？不会不会，我没有那么恶劣，我不是屁孩，我不会里面放砖头，好不好？这什么？保大家能够平安的骑完双塔。傻眼呢，这是补给吗？补给啊，有波比啊哦。好了，你吃完你就要洗碗了。准备了一个，你知道这叫什么吗？那是怎样？这叫串雷蛋。串雷蛋哦，很好。茶叶蛋、串雷蛋，好。串雷蛋，好了，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双塔这个东西啊，自备小教材。不要拿反哦，风很大。OK， 好，好，好我知道，我懂了，心意到了，就是台湾地图。对，就是从最北端、最南端，总长大概是510公里，只是大家会抽一个比较好记的数字，325。OK， 那、啊、你怎么穿这样来？我正想问你为什么穿这样。我跟你交代的非组装呢？非组装。对啊，你护照带了没有？今天风非常的大，你有机会飞到菲律宾去。好啦，那我要准备返乡去了。好啦，我要走了。妈妈送我来，加油！下次爸爸陪你骑。爸爸都会见我要骑，我都快把他破风。他说怕我骑太久屁股痛。好啦好啦好啦。好啦加油！好，平安喽！拜拜。5、4、3、2、1，走啦！人超级多。哎，哎，你怎么在这？你为什么要追踪我？怕你不见了。对，我是一个超级大路痴。我要抓你定位。你知道后面有多少人吗？已经放行超过5分钟了，应该全都放行完，应该超过10分钟。待会不要出去冲太快。然后这种大型活动要注意哦，那个晚上哦，尽量不要跟车跟得太近。而且你像这种掉水壶啊、掉东西啊，那种几率很高。对，因为出现水壶炸弹什么之类的，要注意自己安全。欸、你不要跑到别的地方去哦，西宾哦，不是大一哦，大一是下个月的事情哦。哎、欸，我没有答应你，我应该是开补给车吧。好了，你开补给车。好了，谁骑啊？你骑啊？我骑哦。对啊。现在是2:30。不要太嗨，后面还有400多公里。对，现在才80。所以哦，后面不要太嗨，危险。不要太嗨，真的好危险。没有跟这么多人一起爬坡过，挺有趣的。我们现在在爬后龙坡，我们来聊天好了。我现在肚子开始有点饿了，我突然想吃的水煎包，水煎包好好吃哦。煎包还没开，快6点。骑坡就是头低低的，看前面太痛苦了，就觉得哇、哦，好沉哦。它有捷径的，有旁边有一个缓的。都被大家练训练得很好，我现在抗压性已经非常的足够了。余暖加油，快点，后龙坡快要爬完了，快点，好，加油，开枪啦！好，我好苦命哦。你开枪，我要后面还要追啊！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！快冲线，冲线！女汉子。好，一人第一名。让他加摄影师走辛苦。跑步带扎针，还不能落后。对，还要拼命跟上。对，而且还要冲啊！好了，我们接下来继续往通宵前进。好。我们在哪里？高雄。哎、欸，哇，是坐车了吧？我们现在在通宵。我们现在就是4小时45分，骑了150公里。你不要太快了，我们等一下可以慢一点。对，我们还是不要那么嗨好不好？对，我们后面还有400耶。对，我们就莫名就很兴奋，真的是。
圈很重要，帮大家拍。现在到福清，骑了六个小时。那几 K 啊？180K。停！黄斑停，绿灯行。哎，好可怜啊，身上都是虫虫。你有吃东西吗？狗狗，赶快走开！咻咻。只有我吃饭很开心吗？为什么都一路开枪呢？对。你也有，他也有。我个人喜欢少用吸管，所以我们就得想办法把它打开。好啊，很快就到。你刚刚说什么？我们是不是吃饱太闲？我们在吃饱太闲不闲啊，很忙哎，脚一直踩，一直踩，一直踩。三更半夜不睡觉，然后呢，从富贵角出发，啊，骑不骑？真的，十二点是我最想睡觉的时间。我人生就是要完成一些有意义的事情。你的意思是还要再骑第二次？没有啊，就这一次骑完就刚刚看到别人家的女队友都会有友谊之手，所以我打开追到前面的人，跟他说我有想被推到水沟里吗？推吧，你怎么这么不爱惜队友呢？我都把那个坡爬完了。为什么路上都没人？都被你刷完了啊！没有啦，我只想说应该有人可以跟啊。你看看后面，现在有谁可以跟你们？还真没人。有啦，你不是那个吗？磁铁怪吗？来讲一下啊。脖子断掉要坐什么车？脖子断掉要坐什么车？哎呀，不知道，乐色车啊，这不，对啊，不是吗？你很幽默耶。我们现在骑了300，现在在布袋的全家，然后现在是11点了。不行，已经累到不知道该说什么。高铁你错过啦、啊，我们还是往回骑好了。啊，我们怎么可以那么没有志气呢？啊，不要太爱了，不要太爱了。啊，这真的不抱怨很痛苦。这个是双塔而已啊，要是台九台三怎么办？我没有要去啊。你不是要来陪骑？我没有啊，这次是我运动最久的一次，不断电。等一下我们要骑过去，应该还要5个小时。慢慢归吧。当初到底干嘛要报这个？不是啊，出发的时候还有风啊，过了大园以后都没有风，一路都是微风。对，没有风就等于逆风。对，等一下落山风不知道怎么样，希望是没有。那我们两个都要哭了，我们两个都挂板了。不会叫大红帽老板的。我们继续努力吧。屏东快要到了，快到了，快到了。
完全根本不想讲话。不要讲绝话。我累了。人生跑马灯一定要做。现在在这边是哪里？陵园的小溪，还有100K。没有。那时候就报名的时候比较不冲动，每次这个时候就会很后悔。然后到了骑完的时候，人总是健忘。而且某人啊，下来一日太久，我听了觉得蛮爽的。可是都已经计划外了。本来是几个小时，本来目标是19小时。哦天哪！可是今天就没有什么风啊。终于要到终点了，剩下最后一点点路。左转，上坡小心，上坡小心。把车砸了。我再也不要骑车了。快醒了，快醒了。你知道你下礼拜还有一日台酒吗？不知道。我想把它停止了。你这是第一次完成双塔，对不对？你有什么感想？感想就是以后不会再骑第二次。屁股破了好多个洞。对，真的好多个洞。我们完赛时间是21小时内，还行吧。OK 啦，会参加的是英雄。真的，所以你要不要鼓励一下那些还没有参赛的人？不要，搞到最后会没有朋友。第二次。为什么你们都要参加这么多次？还会来第三次吗？不要，不要，绝对不要。那冬双骑了吗？不要。这真的是无止境的坑呢。叫赖婉静小姐一定要再参加。谁要参加？赖婉静小姐。好，已经被点名了。对，那你要记得叫她看频道。第一次骑这么长程，累，累，困，我想睡觉。我现在就想躺地上睡觉。觉得台湾骑车怎么样？好啊，环境特别好，人也特别好。人也特别好。嗨，嗨，回来终点了，好不容易。花了多久时间回到终点？20小时34。哇塞，比我还快呢！我根本就是跟他拼了。早上看的时候，那个出发的那个人山人海那个状况啊，我觉得超可怕的。只要前后排差3排出去，应该就找不到人了吧？真的，那时候我找光找布丁哥就找很久，然后他是真的要整个人停下来等我，真的衣服要穿好润一点，你就穿一个就奇怪颜色的、啊，叫他穿粉红色的，哎、欸，也可以，蛮恶的。这不是我说的，我说的。这种极限挑战活动，你抱持什么样的一个看法？就是它的确是能够让你看到你觉得不可能达到的事情，就是你可以去看到不一样的自己，也可以看到人生的走马灯。对，也差不多。浮光掠影，快速闪过，就是真的很厌世，厌世到就是觉得说。我干嘛在这啊？哪一段最厌世啊？高雄市区开始。市区哈，我好像听很多车友都这样讲，走走停停，你永远过不了第二个红绿灯。真的，就是你眼看着绿灯，但是你到那边永远就是会变红灯，然后就觉得很烦。我就传讯息给你都很烦呢、欸，我很需要抱怨，就是抱怨才会有一个向前的动力。对，就这样扣就扣，就给你撑完20小时半，后面20公里吧，还有人开枪我就跟他拼了。你们好可怕，真的。因为我就跟艾肯他们骑，艾肯是一群。非常厉害的车手，因为很多各大赛事几乎都看到他们身影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他们配速很稳。那个极限挑战其实还是有点缺点的。哦，什么缺点？烧肝啊，烧时间啊，然后每天都很焦虑，就每天噩梦啊。不过你完成了、啊，对，恭喜恭喜。对，就是人生总要一些完成一些
不可思议的。没错，西边这么困难路线都完成了，想必东边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，还有中间。哎，这我没有答应啊，我现在累了，你不要趁我这个时候，我还清醒着呢。有些事情体验过一次就好了，鼓励大家来体验吧，因为这也算是台湾蛮经典的赛事，而且科P也完成了，虽然它不是完成一日吧，就是一个体验跟过程。最后的最后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说？这次活动比赛蛮多人帮我加油，谢谢大家帮我加油，不然我那时候真的就是一个摆烂跟放弃。真的，我觉得彼此鼓励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，所以就是欢迎来挑战双塔。如果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帮我订阅、赞或分享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